脸。好熟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耳朵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手边，都百忙之中抽空一咪咪的时间来到我们英雄的现场，当然呢，身为代言人。希望他能够加油，然后好好的发挥自己应该可以发挥出来的实力，这样就够了。还有小弟与盗破梦中，两场生活力，是。